出道12年的林依晨，从第一部偶像剧开始担纲女主角，到现在已经演出了至少10多部的电视剧，堪称是偶像剧的最佳宠儿。甜美的外表和清新的气质，更让她成为广告商眼中的不败宠儿。代言产品从保养品、饮料、洗发精、卫生棉到手表等等，几乎所有生活上会用到的产品都看得到她的影子，堪称是最佳抢钱女王。